房子太大 ，WiFi 不给力 ，OK。关注美国网线，道出你心中的痛。一百台高颜值路由器等着你哦，还不赶紧扫码？每时每刻爆点你想要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软妹。谷歌 I/O 大会一直是安卓用户最为关注的开发者大会，同时也是一年一度谷歌发布新系统和新产品的重要大会。与往年一样，近日谷歌已经开始为2017年 I/O 开发者大会预热。随着五月份的临近，关于安卓 O 和 Pixel 手机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。据外媒报道，安卓代码表中确认，三款 Pixel 新机搭载的都是 MSM8998 芯片，也就是骁龙835处理器。目前 Pixel 2的代号是 Masking，Pixel XL 2的代号是 Walleye，Pixel XXL 的代号是 Tamen。另外 ，HTC 有望继续代工第二代 Pixel 手机。我们都知道，谷歌一直在坚持后置指纹的设计，所以三款新机预计都将保持一贯作风。另外，谷歌目前是推动安卓开发者做全面屏适配的主力，可想此次 Pixel 至少有一款会采用全面屏设计，而放弃 3.5 毫米耳机孔几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各位小伙伴，对下个月的 I/O 开发者大会有期待吗？好了，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联系互动，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姐，与我们进行嘴对嘴的交流。 OK， 我就抱抱不干别的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